论改装技术哪家强，老外敢成第二就没人敢成第一。瞧一辆好的汽车，可老外手痒痒要给轮胎换上马车车轮，看着这造型别提多么滑稽，当一脚油门下去还没帅过三秒，马车车轮突然向左侧倾斜，最后啪嗒一声倒了下来。不过老外貌似玩上瘾了，这次又突发奇想，要是给汽车换上巨型轮胎，那么又会是一种什么骑行体验呢？这要是想法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只见小哥先是准备一辆红色小汽车和巨型轮胎，将汽车挂起来后便开始一顿狂魔乱舞，火光带闪电的将巨型轮胎安装上去。果然汉堡吃多了没事干，大约半小时过去，一辆改装过后的汽车出现。看着这造型，你还真别说，有点子霸气哈。可当老外一脚油门下去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这汽车不仅能行驶，甚至连凹凸不平的雪地里都能平稳行驶着。这要是骑到俺们村，绝对是村里最靓的仔。视频的结束，我们来玩个小游戏，你要是在评论区打出这个字，那么我就叫你爸爸。喜欢我就点击收藏关注哦，每天给您分享不一样的有趣视频。